给大家带来一个水彩晕染款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需要用到这些工具：首先刷上底胶，照灯，再刷上北欧甲油胶的13号白色，照灯，重复上色，照灯，刷上磨砂封层，照灯，先后用粉色和绿色水彩在甲面晕染出花簇的图案。再次刷上磨砂封层，照灯，局部叠加上色，接着点上紫色色块，用干净的笔洗掉中间的颜色，然后刷上封层，照灯，将雷尼原创彩绘胶的12号紫色和角角粉调和，用拉线笔取其，在甲面上勾勒出一条线。照灯，接着画出蝴蝶结的形状。照灯，重复上色。照干，擦掉浮胶就完成啦。这个款式重点在于如何画得更清透，图文教程下方有。